父皇说：“你有一样东西要给我。”殿下，这星盘中蕴含着一道我的大预言术。此行若遇无法挽回之举，您或许可以用它来逆转结局。大预言术，我记得要运转它，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需要献祭你星魔一族的血脉。此行。 我会派门嫡与您一起。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我此行的意义。那么就请殿下赐予我生命的终结吧。殿下，这是我的无上荣幸。
休想带走神格！看看你所谓的神格融合有多么的可笑。神明之力其中亵渎神明自然，春野之乱。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强行与只有六阶的你融合，更难发挥出神明真正的力量。收起你的欲望，你也配走神明之位。门神之宴，夏日流火。怎么越来越弱了？以凡人之躯承载神明之力，你的身躯又能坚持多久？少废话，求杀之心。真不错啊，龙皓晨，差点就被
给杀了。可惜，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殊死一搏！来呀，我要把你的脑袋和神格一起献给父皇。既然你想死，我就送你一程。好久不见，现在是时候了吧？命运之日，神明之地，觉醒之刻，方是拔剑之时。此刻是时候了。拥抱着我的信仰，踏过千山日落，万千吹能降。我不会听听你不会冷静陷入全力以赴，我在义无不去陷入不退一步。神之意志，至圣至明，尽如尽命。神之权责，诸罪诸过，全知全能。令将神明之威与光明之子神眷觉醒。光源女神继承者，岂容尔等冒犯？竟然同时得到了自然女神和光明女神的认可。怎么可能？真有罪人亵渎神明，罪不容恕。将由自然女神同光明女神继承者龙皓晨持光明神剑于审判台上裁决罪人。我动不了了。罚免其坛城之免，灭其十万灵力，诛其本体，以裁决罪恶。杀！为心所现，为时所变。陛下，只差您的最后一步了。自魔族降临圣魔大陆起，便存在着七十二柱魔神。魔神之间以实力为尊，因而排位常有更迭，但唯有日月星三柱为七十二魔神永恒的中心。其中日柱魔神皇为魔族之首，以其强大的血脉之力统领全族，是魔族乃至圣魔大陆第一强者。月柱月魔神实力仅次于魔神皇，皎月清辉下，他便是夜之主宰，轻易可毁城池，摧山海。
而星柱星魔神对比前两种虽无明确的战斗能力，但他却仍是魔族令人畏惧的存在。只因星魔一脉可掌控星轨法则，世间万物皆入星盘，由其操控。虽无法战斗，却能运筹帷幄，知晓过去未来，更可改天地规则，逆转结局。看来他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如今只差一步，我们就能拿到神格。殿下，他们现在应该在梦幻神殿里面等待我们，那就去完成这最后一步。拖住你们就行了，现在阵法已成。殿下当心，这是现在已经用不上你了。破坏梦幻天堂者，挡住。四象大阵蕴含了整个梦幻天堂的法则之力，你们是无法挣脱的。我杀了你！别嘴硬，大阵会逐渐剥夺你们的所有能力，很快你们就会变成两个废人。四大神殿并没有被破坏，而其余继承人身死都是因为被剥夺了力量。能做到这一切的恐怕只有你可以动用法则之力的神格。没错，现在用在你们身上的法则之力是其余继承人的千倍百倍不止，你们今天必死无疑。不是让你不要出来吗？哼，肆意损毁梦幻天堂，残忍的屠戮生灵，我一定要代替自然女神亲自审判他们。只有这样，你才会现身呢。
间之始，规则运转，万物之末，法则逆转。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梦幻天堂的法则被更改了。殿下，最后一步已成，现在整个梦幻天堂已由您掌控，神格也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干得不错，终于没必要再陪他们演戏，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法则之力。遵命，殿下。锁链在反向吸收我们的力量。这怎么可能？你怎么能逆转梦幻天堂的法则，并据为己用？你能布下四象大阵，我们自然也能布下逆转法则之阵。在梦幻天堂内布阵，我不可能察觉不到。是在其余继承人去攻击四大神殿的时候吧？先是让所有人都以为你们的目标是击溃四大神殿，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在这里布下逆转大阵。既然你们早就能推算出梦幻神殿的位置，却仍旧大费周章，说明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逼迫神格现身。能想到这一步还算不错，神格若想隐匿，不知还要耽误多少时间。果然很迟。也太小看我了！你以为单凭一个逆转大阵就能抓住我？谨遵自然女神法旨，在此梦幻天堂危难之际，请您降临，金玲珑。金玲珑乃梦幻天堂真正守护神，拥有百万灵力，纵使献出我的肉身，也一定要将你们诛杀。我说过，你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那条金玲珑就让它继续沉睡。怎么会这样？就连金玲珑都一早被算计。不仅如此哦，召唤金玲珑会削弱你的自然之力，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得到你，所以这也是计划中的一环。放开他。好了，终于到你了。在梦幻天堂内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计算，而唯一改变过我星盘的人类，你还能破我的局。你星盘中的变数就是他。是的，殿下。梦幻天堂之行，要获取神格，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逼神格主动现身。围绕这一点，我在出发之前就做过演算。在那次演算中，将精灵龙震出局后，再将梦幻天堂内所有生物屠戮殆尽，四大神殿皆属祸患，神格自会现身，变成我的囊中之物。但现在星盘却出现了变化，有颗星星偏离了轨道，搅乱了我的星盘。但很奇怪的是，那颗星星的轨迹却被某种力量遮蔽，以我目前的能力无法去推演它的动向，于是我必须做出改变，重新布局。我在星盘上推演了126次，终于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结果。
我将为他们挑选好对手以及最后的葬身之地。只有这样才能走到最后这一步。能灭我族六位继承人，在将计就计布下请君入瓮这种局，身为平凡的人类，你已经做得很好。但走到这一步，你们已经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所以你还能破我的局吗？看来他与其他人类废物并无区别。如果能更有趣就好了。殿下，我的最后一步已成，请您获取神格。虽然比我预计的还要容易，但父皇应该会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成神了。陛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已为您筹谋好了一切，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还在于您自己。从一开始我就想到，既然你们的目标是神格，那就只需要将神格藏在一个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的地方。殿下小心！这是什么？竟然有凌驾于法则之上的威能！好险，差点就坚持不住了。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也许你该多推演一次，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请君入瓮。胆敢触怒无极无知传承者，皆化为怨灵养分，虽无一起，长眠于此，永生永世不得脱身。原来如此，难怪我推演那个人类的星盘却毫无所获。原来真正保护他、阻碍我推演的是更高等级的存在，是长夜天才莱克斯。谢谢你，光明之子。我们竟然能打败魔神皇的继承人，团长实在太棒了。殿下，对不起，是我无能，将您置身危险之中。在这里，我连星盘都调动不了，我辜负了你的期待。门迪，你的最后一步结束了，而我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魔神之翼解放！你要为你的猖狂付出代价！人类，感受魔神继承人真正的恐怖，然后去死吧！怎么云逸还在缠着韩羽不放？地狱！
我那边解决完了，过来帮你。哼，不需要，我的猎物我自己解决。不，你一定需要，因为这可是专门用来对付你的。怎么回事？我的恶魔之力也被吸收了，我受不了你！光之咒力！可恶！龙团长，他的力量归你了。月夜，你这个叛徒！死吧！大力金刚拳！化天一击！这些不知死活的杂碎，这些不痛不痒的攻击，就像苍蝇一样烦人。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接受这一切。给我去死吧！全给我去死吧！法则之印，剥夺。我的力量在消失，你别想动用超越规则的力量。可恶，你们这些阴险的人类，别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就算没有那几件修为，我的力量也是最强的。剥夺的能力，你们也能牺牲，让本大爷也体验一下。我竟然直接到了七阶巅峰。扛不过我一拳。怎么就没了？体验时间也太短了。光头，瞧你那嘚瑟样。这个你们看给谁？我已经有一个了，不能太贪心了。他的能力是力量强化，配合你的巨灵神之盾应该有奇效。谢谢你张芳芳。嗯，接下来我们就关闭这边的能量核心。我们这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先返回神殿汇合吧。嗯。
们回来了。你们辛苦了。我们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是的，谢谢你们。神圣的力量吧！现在整座神殿范围都变为了我的原力空间，空间内所有物体都能被我随意操控，而你只能成为笼中鸟雀。七阶巅峰，过去还有机会和我一搏，但你现在只有七级六阶。在我的原力空间里，毫无还手之力。是时候了，快用法则之印。不演了，马上引探虎兽。剥夺我的力量，叫你们捣乱，害得副团长差点受伤。哎，刚刚那股嚣张劲儿呢？你们干了什么？哈哈，这就是七阶巅峰。我们在代表梦幻天堂，禁止你使用超越梦幻天堂规则之上的力量啊！这可真不错呀！辅助们，魔族。可能，这可是我的力量。你想要啊，要还给你啊。可恶，你们这些阴险的人类。我这个准头怎么样？这个给你，他远程控制的能力正好适合你。谢谢副团长。接下来只要关闭这边的能量核心。副团长，我们一定是最快的。怎么了？嗯，地上怎么还有个传承之棉？啊，我们这是什么无敌好运气？这力量似乎是属于马西洛的。副团长，你快把它吸收了吧。
殿下，这就是最后一个阵脚了。接下来就去见识一下那位辨识。大人，大人，我认输，求您饶我一命吧。有那个符文在，哈勃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我愿意归顺你们，和你们一起对付他。不要相信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们的阿宝殿下了。龙团长，和你合作真是令人愉快。这样一来，就营造出了四大神殿全部击破的假象。阿宝马上就会赶去梦幻神殿，我们也该去守株待兔了。如预言的一般，他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任务了。想法很好，但你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阿宝身边的门迪是此代新魔族的预言之子，他的预言从没出过错，无论过程如何，他都能将终局操纵回他预言的方向。只要有他在，阿宝就是无敌的。而你们不亚于是在与魔神皇和新魔神对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走，他也要降临。光明之子，他来了。这样就能把我杀死？只要你们一放松警惕，就准备给我等死吧。明月半阵，团长，我们现在要回神殿与团长他们会合吗？我们一定是最快的。受死吧！怎么了？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封神殿应该已经得手了，本迪，其他人进度如何？其他人已到达另外三座神殿，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看来我们的计划也要加快部署。魔族一旦成功拿到神格，整个梦幻天堂甚至圣魔大陆都将万劫不复。韩宇，加快速度。刚才的战斗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必须尽快赶往水神殿。无论如何，也要阻止魔族的破坏。可以了。殿下，第一个阵脚已布置完毕。走吧。
去下一个地方。尝尝我的雷神之拳！神殿竟然连传承之冕都被你吸收了，真丢人呐！是，是的，不只是他的，你的传承之冕我们也要了。口气不小嘛！小心！难得遇到这么合胃口的对手吗？再来试试，我们还说不做。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真本事，弱，非常弱，弱得可笑。啊，这么抗揍的吗？我的每一个腕甲都重达3740斤。啊，虽说我早已习惯这个重量，但解开它们后，才是我的完全状态。危险，别冲动！这种状态下，我的全力是足足6吨，你们加起来都接不住我一拳。蝼蚁们，哼，受死吧！看你这破罩子，能撑多久？开！木神殿马上将不复存在。给我住手！想要破坏神殿，哼，先问过我吗？看我用生灵之门召唤出一个钢铁魔兽，扭转战局。地面看起来挺强的，但我们也不弱。分身，哼，雕虫小技，好快！太慢了。副团长不要担心，看我这升级后的天炎射线，绝对有他好受。两人速度也太快了。
准呢？他们速度在变快。不瞄了，乱枪打鸟总能中一发吧。这里丝毫没有被破坏的痕迹，神殿的能量核心也在，看来魔族还没到。不对劲，扩散还是晚来一步。没错，你身上有闪电的味道，我的兄弟闪电不见了，是你杀了他吗？是又如何？如何？你怎么杀的他？我就在你身上一刀一刀的重现呀！没想到要和月夜对上。我来履行承诺，送你一份大礼的。怎么样，龙团长，要合作吗？韩宇，你牵着他们，我来对付他。你可别分心啊！光之荡漾，光与双龙吟，好强！
毫无胜算，看来只能请人入梦。调动灵力运转，以鬼秘之步隐匿身法，然后久不为阵。九龙踏，方外被颠倒了，都死吧。下一击取你性命，在他的阵内我完全处于被动。该死的人类，魔神之印解放。你要为你的猖狂付出代价。我的法则之印已经用完，能否赢下这局就看韩宇了。被他们给缠住了，没法脱身，怎么办？说了，别分心。蝼蚁，今天就用你的面来祭奠我的兄弟闪电。龙船长，还记得我说过要送你一个大礼吗？自然女神是掌管自然运转的神明，万物的繁衍生息、季节轮转都由她维持，守魔大陆就这样繁荣了数万年，直到六千多年前，也就是七十二魔神柱的降临，他们散发出的气息能将生灵异变成魔族，使魔大陆顷刻间成了可怕的地狱。可数万年的守护，这片大陆早已像自然女神的孩子，她拼尽一切来守护圣魔大陆，最终她成功阻止了恶魔气息的侵袭，但自己也受到了无法愈合的重创，即将陨落。陨落之际，他强行将自己的神格剥离出来，用仅剩的力量创造了梦幻天堂，用以放置神格。此后神格便留在梦幻天堂的核心梦幻神殿中，继续维持大陆的自然运转。而六千多年的时间流转中，神格也逐渐有了意识。你就是自然女神的神格？不错，还这里正是梦幻天堂的核心梦幻神殿。所以刚才是你将我们传过来的？嗯，可能神格对你们人类来说太过陌生，所以人类也将我误判为智慧灵炉。智慧灵炉？表面上魔族继承人们是来和人类竞争，但阿宝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帮助魔神皇陛下获取梦幻天堂里一个特殊的灵炉。原来魔族这次进入梦幻天堂真正的目的是你。嗯。啊，神格是神明力量的来源与核心，我想一定是魔神皇的修为已经突破了百万灵力，一旦拥有神格即可成神。要真是这样，那圣魔大陆就真的离毁灭不远了。梦幻天堂的力量主要由梦幻神殿与四大神殿掌控，
可因为魔族的屠戮，随神的梦魇如今正在逐渐侵蚀梦幻天堂，四大神殿不得不分出大部分能量去净化梦魇，而这也正是四大神殿最脆弱的时候，魔族就是想趁机摧毁他们。一旦魔族成功，那我们所在的梦幻神殿就失去了保护与隐蔽，彻底暴露在魔族面前。但还好你来了，对自然最亲和的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我想请你帮我。啊，看来他也在行动。刚刚怎么回事？那个女的突然就不见了。本迪，看看预言是否有病。是，殿下。谶言之书，命运之线，预现未来，宇宙规则，无限时间，皆由我凝视。万物时命，未来之运，均受我感知。竟然出现了一个变数，不过不重要，我会让一切回到原来的轨迹的。殿下，一切尚在预言之中，您不用担心。很好，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先去破坏四大神殿。是。出发。遵命。月儿、冷晓，你俩跟我和门迪一起。殿下，我也想为您出一份力，而不是一直被您保护。殿下，就让月夜和深商一起去吧。之前你不是说想和北部十个行省通商吗？已经给你谈好了，现在整个魔族的通商业务都归你的月夜商会所有。感谢殿下的厚爱，但唯有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这一切，才能证明我的价值。宝哥，我也过去了。月姐，等等我。殿下，这样的女人才值得我喜欢，不是吗？等拿到神格，一切就都是我的。接下来我会通过秘法把你们的能力全部提升到六级，这是我在梦幻天堂等级限制下能为你们做的极限了。这就是六阶的感觉吗？龙团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但我们又不能过于分散力量。大家来一下，我们接下来兵分三路，张团长、王媛媛、司马仙一组负责守护土神殿，彩儿、林心、陈英儿一组负责守护木神殿，我和韩宇一组负责守护风神殿和水神殿。事成之后，我们回梦幻神殿广场集合。这次我要打个爽。圆圆，你可不要拖后腿。哼，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不是我长魔族志气，虽然我们都六阶了，但那些魔族最低也有七阶，我们还要分散力量和他们打，是不是需要准备点什么其他手段啊？我作为自然女神的神格
虽然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但在梦幻天堂内掌管法则倒是我的擅长。这是我的法则之印，接下来我将告诉你们如何使用。婴儿，接下来可是硬仗，咱们可不能拖副团长后腿啊。除了等阶，魔族那边还有个能预言和干预未来的人，就是要利用他的预言。我们要快点了。小毒将军，感谢你舍命救下彩儿，你们皆是我辈英杰，我定要魔族血债血偿。大家出发。虽然你也有对策，但魔族此行就是为了得到你，你最好不要现身。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然女神留下的一切被魔族践踏？真是一座美丽的神殿，毁掉它可真令人心痛啊。天使碎梦，奏出你悦耳的乐章吧。多么动听的哀鸣啊。别急，序曲之后才是更华丽的乐章。结束了。凭你休想动神殿。我倒是谁呢，原来是个送死的。哎呀，不过你的眼睛倒是前所未见的美丽呀。奇怪，这眼睛怎么有点眼熟，让我想要匍匐跪拜。正好正好，那就把他的眼睛安在我的肩上。那也得看你有没有你的实力。来啊，你在偷什么？他那把剑似乎能无限释放攻击，如若不解决，我的灵力迟早都会被他耗完。我的天使碎梦就没事了吗？这天使碎梦是用我的灵力化成的，而我的灵力则是用不完的哟。他能吸收周围的任何元素，转化为他的灵力。这样一来，他的灵力岂不是永远不会枯竭？天使碎梦加强吧。亲爱的，你的眼睛我挖地了。不能再拖下去了，得想办法激怒他，给他进入魔神之印。我吧，你越躲我就越兴奋。这就是你的全部能力了吗？到现在都没伤到我。看来第九部魔神继承人也不过如此。你
你说什么？我说你太弱了。我现在就要把你的眼睛活挖出来，绝对防御。但是也想跟我斗，阿玉，就是现在！光之重力，黑色沙漠，这么弱，也好意思说自己是魔族继承人？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两个撕了！我神之翼，灭霸！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第九柱天使魔神继承人痛苦的动画。天使降临，罪恶之怒。卑微的蝼蚁，准备迎接这毁天灭地的伤害吧。的确很强，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就这玩意儿也想和我斗？法则之翼，无毒。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在流失，大招也失效了。这就是梦幻天堂给你的回礼。法则之翼，能将你超越梦幻天堂规则之上的能力强行剥夺出来。现在该我了。天使降临，罪恶之怒。刚才一直激怒我，就是在等这一刻。不错。能将超越梦幻天堂规则的能力强行剥夺，这法则之印，简直就是他们的克星。韩宇，这个传承之冕能加速灵力的恢复，最适合处在团队辅助和治疗位置的你。团长，这……谢谢。不用客气，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了。封神殿应该已经得手了，本帝，其他人进度如何？其他人已到达另外三座神殿，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看来我们的计划也要加快部署。那个灵炉已经有彩儿姑娘在挑战了，只要你不乱来，我不会对你动手。这个人不简单。哦，不好意思啦，我不知道你们人类这么守规矩的，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这就走。魔族进入梦幻天堂的目的，抢夺灵炉是假，猎杀人类是真。啊哈，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好像越来越强了，不过想伤到我，怕是有点难度哦。放心，下一招就送你归西。神刀一鞘，影三千，我收回刚刚的话，已经真的伤到我，厉害。伤口
瞬间就恢复了。等收拾完你，我再去收拾那个女的。好，要不我留你一口气吧，让你看着我杀掉她，反正你也杀不死我。哼，这世上还没有我除不了的魔。好，战力又增强了呢，让我帮你把战力提升到极致吧。废话。刚刚怎么回事？你刀竟然斩偏了，而且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杀招，似乎在等什么。你怎么了？没力气了吗？要不你还是乖乖被我杀掉吧，反正你和那个女的迟早都要死。哼，彩儿姑娘是我兄弟最重要的人，绝对不会让你碰她。朝天三绝，王退百万邪魔，斩九天银河，断周天诸神，朝天一阙，踏山河。真不错，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的战意。这是刚刚想偷袭，没想到吧？只要被我伤到，恶魔之花就会被种下，而我的恶魔之花最喜欢强烈的战意，你战意越强，它就长得越快。一旦它发了芽，哎呦，那你就只能等死了。怎么样，害怕了吗？嗯，费了半天劲儿，连我一丝毫毛都未伤啊。天二阙，九天。都是徒劳，你杀不了我的，我浑身上下都没有弱点，而你身体里的恶魔之花就快要绽放，那时我会好好把你吃掉。急什么？还有第三刀呢，朝天三阙，断诸神。杀掉你之后，就没有人阻挡我去干掉地面那个女人了。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龙兄弟最重要的人。
他怕我杀了你，病死都要拦住我，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没想到你和他同样天真。臭男人，你还不明白，他根本伤不了我。是吗？想什么？你们这些人类还真是……你这个疯女人，听不见是吧？我都说了没用，没用！谢谢你，知道你的弱点。好凑成一对儿了，这些愚蠢的人类你居然还带在身边，我那个都被弄成渣了、马西洛真菜，居然还留了一个啊，真无聊，这里一点都不好玩。冷小公主、你要是无聊可以玩玩这个，恶心。不喜欢那就换一个，他的眼睛更好看。其他人都遇害了，龙皓晨，这里是哪儿？什么情况？我怎么突然掉下来了？大家也都被传送过来了，这是哪儿啊？该回去了。怎么回事？刚才我的行动为何像是刀锋一样？
不是倒放，是干预。凡是被我预言过的东西都可以被我控制，按照我设定的结局走下去。太子殿下，魔族所有人都到齐了，干掉他。彩儿，浩辰，这里是？我已经把仅存的人类全都传送过来了。什么？小杜将军爷？我杜子鄂，纵横江湖，最爱吃会。对了，把你上次的刀。谢了，兄弟，一点心意，你拿去。魔族之所以进入梦幻天堂，目的只有一个。果然，只有当梦幻天堂被杀戮污染时，凌驾于法则之上的你才会现身。一旦我与他正面交锋失败，被他带离梦幻天堂，整个梦幻天堂，甚至整个圣魔大陆，都将不复存在。你终将现身于我的身前，成为我的囊中之物。尊敬的光明之子啊，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拯救梦幻天堂。